前孙俪穿蕾丝裸背透视装出席亮相沈阳某新品预览活动现场，当天有千余名粉丝前来一睹孙俪的风采，但由于活动并无区域划分，多名粉丝一拥而上，保安为了保护孙俪的安全极力阻挡粉丝靠近。不过孙俪在现场似乎很是为粉丝考虑，怒斥身旁保安不要推搡人群。凤凰视频整理报道。